欢迎收看老炮电影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真人漫改电影《齐木楠雄的灾难》。齐木是个超能力者，刚出生就会说话，出生一个月就会在空中行走，一岁就可以瞬间移动，帮妈妈打酱油。可齐木的父母是一对天然呆，他们觉得这并没有什么稀奇的，还毫不怀疑地适应了。长大以后，齐木的超能力越发强劲，而且几乎涵盖人类认知的一切，瞬间移动、操控时间、读人心、透视，统统是小儿科。如果你觉得齐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相反，这些超能力为他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烦恼。吃咖喱时勺子会被强大的念力掰弯，去赌博赢钱也一定会因为太过顺利被人当作欺诈师抓走，做任何事情都是水到渠成，丝毫没有成就感。这样的人生让齐木觉得很无聊，他只能靠戴在头上的珠子控制器压制自己日益强大的超能力。一旦珠子被人摘下，超能力会像洪水般泛滥，甚至达到轻踩一脚毁灭东京的地步。这天学校举办了文化祭，班长热情洋溢地询问同学们的意见，最终大家一致决定办个石雕展览。同学们干劲十足，炫耀自己找来的漂亮石头，齐木却十分嗤之以鼻。新美是学校公认的校花，所有男生见到她都一定会喊出哦呼。可齐木通过读心术发现，新美骨子里是一个有点自恋和公主病的女孩子，便对她十分冷淡。由于新美的颜值能打十分，所以她一直十分自信，眼见齐木对她视而不见，新美当然十分不满，她陷入了自我攻略的怪圈，发誓一定要让齐木为她哦呼，便一直缠着齐木不放。转眼文化祭到了，大家都忙着展示各式各样的石头，新美也没闲着，她打算利用这次文化祭让齐木哦呼个一百下。可齐木早早读到了这个心思，一直不留痕迹地躲避着。然而永远不要小瞧一个恋爱中的少女，新美硬是读到了齐木，还约她一起去鬼屋探险。新美盘算着利用反差萌博取齐木的好感，齐木则盘算着赶紧把这个麻烦甩掉。就在二人准备进入鬼屋时，一个不速之客打破了两人原有的计划，来者是齐木的基友。由于基友没脑子，他和齐木在一起简直就是没头脑和不高兴。最恐怖的是，就连齐木都看不透基友的心思，三人就这么各怀鬼胎地走进了鬼屋。谁知基友长得实在太前卫，扮鬼的同学都快被他吓死了。鬼屋之旅宣告结束。事后齐木去洗手间洗脸，但基友突然恶作剧拿走了齐木的眼镜，这下大事不好。齐木的眼镜根本不是用来矫正视力的，而是为了阻挡齐木的视线，因为任何跟齐木对视的生物都会石化。一般发生这种情况，齐木会让时间倒流回前一天，但目前的状况不可以这么做。基友已经变成了石头，死的东西回到过去也是死的，只能等一天后石化自动解除。那么如何瞒天过海就成了关键。最终齐木以做个基友模样的石雕为由蒙混过关，实属鬼才。做完这些，齐木借来同学的眼镜躲进学校的器材室等待放学。意外的是，新美也在器材室里，而同学们恶作剧用胶水把门锁住了。齐木为了不暴露超能力，只能强忍着不用瞬间移动。就在齐木思考逃生方法时，外面传来了一阵喧闹，一大批不良少年来学校砸场子，齐木只好发动超能力把所有不良少年都转移走。可这一招耗费了他一定的精力，让他昏迷在地，但新美竟然把这理解成是齐木与他独处过度兴奋导致的。他想叫醒齐木，却被齐木头上的控制器吸引，甚至拔了下来。这一下可不得了了，全世界瞬间乱作一团，卫星失控，多国系统瘫痪，人类危在旦夕。尽管齐木醒了过来，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超能力，伸手一捏就捏碎了一个跳马鞍，吓得新美把控制器甩飞了。没办法，新美从口袋里拿出一根棒棒糖，打算用这个代替控制器插在齐木脑袋上。齐木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了看新美，然后发动念力把控制器找了回来。隔天好好休息了一晚上的齐木恢复了精力，他让时间倒流，并修改了所有相关人员的记忆，让大家都觉得无事发生。但这意味着齐木要过一遍糟心的昨天，真是光想想就让人觉得是场灾难吧。加油吧齐木。
作为一部漫改电影，青木南雄的灾难在还原度上还算合格，不过由于出场人物过于拥挤，并不是每个人的性格都得到了很好的刻画。假如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成为十项全能的超能力者，你打算做些什么呢？以上就是本期老婆电影为大家带来的内容。老婆电影每天都有新东西，喜欢就关注我呀。